없어요, 뭐. 蓝色加墨，花青加墨，哦，那因为我这两个颜色加起来才是比较接近花青的颜色啦，所以我就会花青加墨。好，我会先做石头的暗面，然后包括这个山头的部分，哦，交界地方好了，都会带一点这个水分进来，它就不会有很强烈的这个色的这个线水线的那种啊，就方便你在调在加另外一个颜色上去的时候，就会比较柔和。我像这里大片的这个。黑有没有？就用蓝色去衬托。然后这里的话，基本上就是跟着你的染去着色就对了。蓝色的部分，蓝色加墨的部分就是你染暗面的地方。然后比较近景的部分。带一点绿，你也可以等一下再去涂，这样你的颜色就不会一下子绿一下子蓝。然后调整一下这些暗面的明暗。这里需要清除的地方，哦，你就要小心去找哦。再调一下，
那因为我们是以蓝色调为主，所以这个绿呢还是要加一点蓝色在里面。对，吃的时候碰上去。没有没有，这只是比较很素嘛，轻拍，轻拍，对，或者是其实只是搭配一下颜色而已，然后它不一定是指的是什么东西。对，然后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转成咖啡色。真的是贵的有道理，因为真的很漂亮。嗯。然后说这个咖啡色呢，一定要比较小心一点哦。啊，你不要直接下去，你要稍微跪着让它，让它混合。你要晒到其他的颜色，对，但是不要在那边磨很久哦，这边磨这边磨它就会变脏，会变脏。你看我现在这样叠上去，它的颜色还不是脏掉的哦。然后这个绿色里面带一点黄咖啡的感觉，哦，因为这个绿本身有一点黄绿的味道，然后再加上这个，它就会有点黄绿色、黄咖啡，哦，就色彩就会比较丰富。这一块呢，我会做绿色的，就来带一点草地的感觉。对，因为我这里要做一点绿，就是呼应这一块绿色。对，纯绿就可以了，亮面的绿哈。不带墨色，只要是亮面的绿都不带墨色。你那刚刚咖啡也是没有带墨色的？对，都没有。是它本身颜料你没有挑，是的，是你额外挑墨色，还是说它本身颜料是没有？本身的颜料绝对是不会有墨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如果绿色在做在暗面的时候呢，它可以调墨，或者是你想要把它的彩度降下来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调墨的用法。但是在如果你今天这个绿色是要涂在亮面的，我们就不带墨色。好，那我们又调回这个蓝色调了哈，因为我要继续画暗面的颜色。那暗面的蓝当然也是带一点墨，哦，其实有没有带墨是无所谓啦，只是说我这张你适合让它的彩度上低一点，哦，降低一点，你就调一点墨，啊不要脏掉的那个啊，哦，为主。
可以看。也有亮面。这块的亮面呢就没那么多，所以我尽量让这个咖啡色跟蓝色混合在一起，它就不会比这里亮，因为它这边有很强烈的那个光滑面哦。色的部分呢，继续做。在转折的交接的地方有一个过渡，你这个都是在画的当中随时去调整。我甚至会带到这里来。甚至会有整块蓝的，你也不需要说因为它的亮面在那里，暗面在哪边，因为台里面的石头本来颜色就是不会固定所以你这时候的亮面跟暗面的那个想法就要稍微自然一点啊。
啡色，加一点橙黄，那更亮一点点，但是这个黄一定少少的就好，甚至在这个这块平板上面也把它磨一些，这里可以磨一些，然后像这种黄色啊，黄咖啡啊，碰到蓝色的时候，它又会有一点点绿的感觉，哦，就刚好整张的色调都会呼应上。剩下的蓝色，它有加墨没加墨其实都无所谓哈，稍微亮一点的。比较黑的时候，因为里面还混合了一些墨色，所以就从这个暗边先来。其实这个都是我个人的习惯而已啊，这也没有什么意义啊。你只要颜色画对了，每个人都会找出自己的绘画的那个风格啦。稍微有看清楚就好，不用涂得特别浓，因为你涂得特别浓，它就会跟你原本的墨色哦，会有一点出入哦，所以你要以墨色为主，然后颜色为主，这样去着色。然后重点是白也是要流出来，
那里的色其实是模糊的。所以你必须加多一点水，然后颜色当然也是跟着淡了。对，过去。是一样的，顺着你的染的笔法去做，但是描不准没有关系，这里墨韵一样，后面的水一定要再加，然后笔尖调色就好哈。这里比较密集的部分呢，某一些白哈。你就可以用色把它填过去，后面的浪，后面的海呢，可以加一点墨。
后面的天哦，就是也是加一点墨汁啊。因为这样的云就不用纯色了，它的比较漂亮的颜色，比较亮的颜色会在近景的部分，所以天呢就要暗一点。好，后面都是刷水的。为了不要让它有那个水线很明显，就是用大量的水把它刷开了，好，就好，然后再做一下最后的整理。那个房子的时候，房子要来点橘色。哇，这颜色也是很漂亮。那通常不要让它太亮，所以我们要调淡一点的色，薄薄的一层就好，绝对不要很蓬哦，而且要留一点空白。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再整理一下最暗的暗面，最暗的暗面我们也是用蓝色加面，就是暗面最暗的地方再提点一下，所以很浓一点点。像那本章其实都还蛮湿的啊，在那个暗面的地方。Ha ha ha.